笑棉，乐迪妹妹叫笑千。机床了不知道吗？两个傻子。知道了爸爸，一会走去板转赚钱，先吃点坏东西垫垫肚子。又是坏掉的饺子糖果。你们两个的声音真的难听，真想甩了你们两个畜生。哎，快点吃吧，一会去板转，肚子好难受。走路都慢了。请姐姐我来板转了。嘴真甜，哈哈哈。你们两个一人三组。好的，美女姐姐。哎，赶紧去学校吧。小千在妥妥告诉你，乐姐给了爸爸物儿，你其实也不用给他那么多的。喂，为什么爸爸那么欢，我们为什么要善待他呢？好吧，这座房子真好看。是啊，如果我们能买下它就好了。小千，我们早上都没吃好饭，我来请你吃饭吧。好的，谢谢姐姐。爸爸给你钱，我要吃饭了。快迟到了，赶紧走吧。哎呦呦，这不小棉吗？这么土啊。就是就是，哈哈哈。小千，你不用理他们。同学们放学了。天都黑了，爸爸会打我们吗？没事没事，不用怕他。你们，爸爸，你这样对得起妈妈吗？那老婆子都死了，你管我干什么？呵呵哒，我要把你的儿全拿走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，我记住你了。两个狗男女。小棉，呵呵，你也等着。请姐姐，我要买那座蓝房子。好，你们去吧，开心点啊你们。嗯嗯。小千，我给你做饭。好。我们去睡觉吧。好的，姐姐，我们真的不要爸爸了吗？那条 S 狗配不上妈妈，明天我带你找妈妈。哦。我明天给你买件衣服，我想去整个瘾，正好明天星期六，不过作业还没写完，没事，作业又不多，星期六晚上补。未完待续。今天一天心情好多了。小千，我带你先去整个容，咱们马上走去见妈妈。姐姐，你的二会不会不够啊？没事没事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们先去吃个饭，肚子都饿了。吃吧，新鲜的披萨。老板给钱。好像走饭了。
死这俩。姐姐，我真的好期待我新整的容会是什么样的。我也一样。老板你好，我们两个要整容。好的，请先躺下来。我整成了白雪公主，哎，邋遢遢，声音也变了。小倩你好好看。呵呵呵，谢谢。买一件衣服，去挑吧。老板给钱。姐姐，我想吃蛋糕。好，给你买。妈妈，妈妈，你怎么在这工作？啊哈哈，我只是喜欢做甜品而已。对了，你们找我干什么？就是爸爸他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你们一会儿带我去找他。未完待续，颇物北三更。